知道。哎、欸，可是你有没有期待专看海报啊？然后呢，卡斯？我是觉得说，首先是恭喜我们的杰西，因为我们每个做演员的人都很希望冲出海外，这个是。那么我只能嫉妒他在海外，然后所以我要进去看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要什么时候也可以冲出海外。啊、等一下我就去做杰西了啊，大导演我来你说，我要去做导演的大腿。导演啊，你在交换脸？不是，导演应该会闪，他怕腿断，所以我觉得勉强做应该可以。所以这是我今天来，因为他派我来就是为这个原因，帮他，我要去帮他，帮他做导演。对，做导演大腿，条件就是让我去演。但是我也不问啊，那女人跟女人之间很多这种事情的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会帮他吗？我们叫 win-win 呢、欸、？win 呢？对呀、啊，他是新人，欸、我带着他去，他做了导演的大腿之后，对不对？我有戏拍、欸，我也顺便等于说看不出你大腿了，可以给他戏拍吧？啊，你看对不对？真是好讲的，我真的不觉得我笨，我口头上是讲说我帮你去做大腿，如果我成功做到大腿，我还帮你吗？是的，他做女主角他就不要理你了。娱乐圈是很黑暗的。